各位好，我是福寿山农场的副厂长。在我的后方这一棵松树是二叶松，大家都知道今天是2月14号，是情人节，西洋的情人节。情人节大家每个人在送玫瑰花，其实最好的是二叶松，因为它在树上长出来的二叶是两根叶子长在一块，当它死掉了以后掉到地上，自生自死，永不分离。所以说你不需要送玫瑰花，只要来我们农场摘一棵二叶松的这个叶子跟掉在地上的二叶松放在一块送给你的情人，这就是最有意义的代表。谢谢。